菜头遭忧郁症缠身，跑三温暖解闷。最严重的时候就是大概一个礼拜跑六天去三温暖。他说五个女孩子站在旁边，叫最大声那一个，好大哦，好大，那个就500500，他就叫500500一直发。宋兆兴爆料，原住民超爱吹嘘。我是背了一只山猪，两只山羊，六只山羌，八只飞鼠，另外后面站着他老婆，你怎么走路？一代女王，周一到周四晚上11点，卫视中文台。